这买伊阮家己的啦，家己买的。这种的啦，这种的，我先来做水电无，因捌做过水电的。结果因妈妈回去乡下住，他就开始跟人学做水电。我们的厕所都很干净，有没有？马桶都很干净。这里有一间马桶，也是你看很干净，有没有？卫生纸我们要塑胶袋要套着的，不然哈很潮湿，卫生纸会湿掉。那我要进去了，啊？你进去吧。这间就是厕所，我们的厕所在外面，好麻烦哦。哦，下雨天哦，就是哦，又冷，又下雨，啊，又要出去外面，所以很麻烦啊。这没人爱住。然后夏天哦，夏天的办够多啦，专办。这里也是他的隔洗台，这里啊，这里也是他的隔洗台。现在是晚上了。这个不是喷烫哦，是他的隔洗台哦。
那个斜线那个哈，就是在下雨。在下雨，外面在下雨，在下雨哦。那在下雨。没有有，他的工具都放在这里了，所以他东西很多，给石头也真多啊，就这。顶个师傅搞问我，这那不清清掉啊呢？我讲唔知啊。这是我们山上的风景，山上晚上。现在妙华在厕所哈，要装电灯。那终于厕所有电灯了，不然每次哦。白天是外面亮亮的，啊，厕所里面暗暗的。跟他讲好多次要装电灯都不装，都没空。现在终于要装了，很高兴。